Hello， 大家好，我是 Anita。今天呢是星期六，那特别带客户来看一下卫浴设备。那之前我们有去参观过另外一个 Total 的经销商的门市。那这一次呢，我们来到这里是在台北市信义区的一家 Total 旗舰店。那这家旗舰店呢，里面非常丰富的他们 Total 的产品，从龙头、面盆、浴缸到各式各样最有名的马桶。那每一个马桶分的类别又非常的多，但是这家旗舰店呢，本身他们是没有贩售的，他们只提供服务。想了解 Total 产品里面适合你们家的类别是哪些，你可以请设计师带你们来参观啦，或是你们自己先在这里做功课也是可以的，然后记录下你们看喜欢的这个型号，请设计师帮你们采购，或是请水电的他们来帮你们做采购都可以，或是透过 Total 这个旗舰店本身他们也会转介绍经销商给你们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现在就进去参观吧， Go。从门市进来呢，左边这边就全部都是一个全自动马桶系列。那马桶的系列它也有分加盖式的，加盖式都在后面的这边都是加盖式马桶。其实就看你的预算啦，像刚刚那颗五星级那么顶级，对不对？也许你觉得我很想要享用，对不对？那这个就像买车一样，从一些基本款的车到最后你会想要买一台 Porsche 的跑车，也许是你的目标。但是马桶也是一样啊，你从不是免治马桶做到免治马桶，然后到最后你会想要买一颗顶级马桶，概念是一样的，可是你要去享受那个过程。基本上全自动的入门款，我们大部分客户都买这一颗，这颗其实我觉得它已经是很好用的。然后像我自己家里这颗就用了很久，大概用了10年，它可以移动，你想要搬家你就把它带到你新家，它是没有问题的。上次呢，我们在参观的时候说我们有一颗Total 最顶级的马桶，但是因为那个门市没有展示，那颗马桶只有在 Total 旗舰店可以看得到。但呢，就是我们这一个五星级的马桶，这一颗马桶呢，我刚好看它标上是26万多吧，它的曲线真的蛮漂亮，它就像一个蛋形。我们看一下它的那个盖下来的蛋形，是不是就是一颗蛋，哇，它完全是用喷水的概念。比较厉害的就是它有分男女座椅的设定，就跟你开保时捷的概念一样，设定男座或女座，对不对？它都帮你安排好了，冲水的模式、温座啦或者什么之类的，就把你弄好。所以呢，这颗马桶呢，可以放在你们最奢华的主卧室里面。跟着过来啊，它的左边这边有一些就是呈现一些不同浴室的感觉，让你去感受一下它的卫浴设备放进去它空间的一些氛围。那你可以看一下你们的空间里面是用怎么样的风格，你就可以选择大概怎么样的五金配件啊、浴缸啊还有龙头。这间就是一般小空间里面通常我们有一些浴室比较小没有办法装浴缸，大概就是选择这样的一个比较小巧的面盆，然后马桶，再来就是shower间。然后下来呢它就会有所有的shower的龙头、单枪龙头、冷热阀4件式、5件式、浴缸，还有一些我们在浴室里面会看到的一些挂件配件。所以其实这个空间里面你可以看到你浴室里面所有设备是很齐全的。假设你想要全部都是在偷偷选啊，我觉得是也是可以满足你大概的需求啦。那我先去工作了，如果你们有想要来参观，你们要预约也行，没预约里面也有业务可以请他们帮你安排。那今天就简单的到这里介绍哦，好，我先去工作了，拜拜，下次见。等一下，记得订阅、按赞、加分享、开启小铃铛。
所以如果你选像这个比较短，对不对？这个方向比较短，比较斜，比较短，它水是斜的，你就比较好用。对对对，你比较好用，像这个直直的，你用你就会喷到这边。好，时间，请设计师带你来参观。请设计师。